相当红的香港名模，很多人脑海里面第一时间浮现的就是 Angelababy 杨颖，因为家人称她做 Baby 而有 Angelababy 这个称号。无可挑剔的天使脸孔，令人称羡的动人曲线，有四分之一的德国血统，不仅活跃于各大电影、电视、广告，近来更参与了电影全球热烈与痞子英雄首部曲的演出。 Vogue 这次特别飞到香港，请 Angelababy 拍摄十二月号秋冬大片，跟你分享不一样的视觉飨宴。There must be an angel playing with my heart.